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虽然讲结束日天气啊变冷着，大家衣裳都扎点哦。今朝也去忙种子着，上趟十几只忙走来，青丘台里看见子么，大家纷纷一人一只。龙胆花节，我的高主播只七十只一只，今朝再去忙点。故乡有农贸市场，挨打个人是真个多个，路边边浪侪是摊头。理想种子，电瓶车开过来，从我屋里向十分钟。谢雷，你上一次来帕子沟哎，你店里向个生意嗨得不得了，已经开至第二个门店在，谁了外头？我刚刚分口计划，哦，真的呢？啊，一个我不得也开至一百。这位就是丽香粽子的创始人，我想问问，就是你这个粽子是跟谁学的？这个粽子是我父母在上海做了20年的粽子，然后是他们自己研制出来的秘方，然后现在传承给我了。你现在包的这个是多少钱的？15的。15的，大家看看啊。牛爆海得黄四海，大家看看，15块一个的粽子就完工了。180块钱啊！南广也在开办分店子，来忙的人量侪太多，侪是十几只、几十只，来不及搬，所以外头搿边店是专门搬粽子。终于轮到我了，今天我尝尝这个新味道，拿那个板栗的给我拿10个。好的。这个粽子没拿好。有两个粉丝蛮关心我的，你讲三楼呀，你们一些些泡泡安排粽子店，一些些泡泡搿边粽子店，人家粽子店的老板还会有想法个叫，挨个你都放心海了。富爱的，因为你了让土地前头在做好功课的。两排种子地隔开一个收砖城了海，开汽车也要10几公里的了。结果做各个生意，富爱有印象。假使两排地只隔开200米么，两个老板肯定要打起来。假使有外地的粉丝想吃，你都实在私信我好了。我拿老板娘的联系方式发给你，你现在还发快递子，省得你到勾搭收砖来忙。